当你准备上线抽奖时，蛋仔的反应，我的妈，第一赛季的机甲居然要返场了、啊、那还等什么，赶紧上报抽奖去。太好了，主人要给我抽我梦寐以求的大机甲，快快快，赶紧先给自己冲个澡，洗得香香的，一等穿主人给我抽的新皮肤。哎，等会儿，这大机甲怎么也得1000多块，要不还是算了，省省钱吧。啊，不是吧主人，你怎么还变卦了呢？错过这次大机甲，下次返场就不知道是啥时候了。仔细想想也对，错过的话我很有可能会后悔呀。不管了，先登录上去看看吧。耶，主人英明，我要走，下去带回岛上看看去。 A few inches later。哟，哇，那个豆蛋在岛上多了好多机甲，主人马上就要上线了，赶紧换成他的皮肤，一等我就是拥有机甲皮肤的蛋啦。兄弟们终于登陆上来了，不得不说啊，这机甲皮肤看着是真诱人的，不过我这蛋币属实匮乏呀。主人别犹豫，直接冲他2个648就完事儿。哎，我兜里只剩过年时候的压岁钱了，我还想和小紫约会，请他喝奶茶呢。没有那个豆，一杯奶茶从过年拖到现在，我的主人不会是个抠门蛋吧。哎，不管了，有了皮肤，小紫说不定更喜欢我呢。直接花光压岁钱，怒冲2个648，大机甲我来了。主人加油，仔仔保佑你抽到机甲皮肤。仔细想了想，我还不如直接送小紫机甲皮肤，那样他岂不是会更喜欢我。好主意，我这就告诉小紫去。不是吧主人，我的机甲梦破碎了呀。哎，不管了，主人不抽我替他抽。兄弟们，主人抽了2个648，照我看拿下机甲1000玄币足矣，咱们必须赶在主人和小紫聊天结束前抽到。来，首次抽取必定生层，刚叶直接给我安排个+3行不。哟，我的妈呀，出师不利呀，这次抽奖不会要给我安排大保底吧。看样子主人还要聊一会儿，赶紧继续抽，接下来可以提前保护抽取，保护3次必定生层，刚叶刚刚给我只加了1层，保护抽取能不能来个+2。哎，不是，我说的是+2不是减2呀，还好保护了一手，否则都得给我扣到-1去呀。二次保护抽取，刚一来个+2吧。哎呀，说来还真来了呀，果然深坑游戏实锤了，这一波直接来到3层，感觉就是一个字。Nice， 看样子他俩还得吵一会儿。第3层开始要几十块钱一抽。哎，没事啊，凭我的欧券肯定一次就能。啊，2次就能。我那个豆还真让我保护3次啊。更夜，你是不是以为我的蛋币是天上掉的呀？毁灭吧，赶紧来。兄弟们，终于到第4层了，这150块钱一抽的价格让我肉疼啊。不管了啊，相信自己一定能提前出。好好好，又让我保护抽取保底是吧？杠叶，你不会打算把我的2个648都坑进去吧？必须的。主人，你就别吹牛了，我都严重怀疑我被你传染了飞气呀。兄弟们，1000玄币就剩300多了，这一抽270玄币，来，请让我疯狂的吸一下屏幕前各位的欧气，然后再给自己喷点欧气喷雾，大机甲给我一发入魂。可恶，耿夜还真不打算放过我剩余的蛋币呀、啊、那第2次保护抽取该出了吧。我不要我不要，我来啊。耿夜究极大保底是吧？好家伙，最后一发才给我出机甲，主人的2个648呀。OK， 大机甲到手，正好主人还剩着一个染色剂，黄金机甲启动。OK， 兄弟们准备开抽。哎，不是啊，我啥时候抽的黄金机甲呀？好家伙，刚刚的10000多蛋币呢？我的账号不会是出 bug 了吧？我来，王涛，我的机甲皮肤呢？抽到了没？这我好像不小心抽到自己的号上了。哎，要不我把我的账号送你如何？我要你的破
个账号干嘛呀？中不了就不要随便承诺，不和你玩了，再见吧你。哎，小子，你听我亲眼试一下呀。求求你别走。嘿嘿，不好意思啊主人，想必你一定不会怪我的对吧。